因住一只吼，享受的空间足大。迄心情会较好。系啊，啊，就无去心胸拢来较宽。嘿，个来个只，个来拢。你有想讲吼，恁伫台北可能吼，哦，一出去就大楼大楼大楼，安尼这种足封闭的。嗯。阮伫台南路当遐就感觉啊。是是，这只海鸟，这只海鸟，海鸥。看不到它。哦，我哩船顶吼，我现在嘛去到呀，船顶翕一下迄款海鸥，很多岸上个飞个，哦安尼啊，手在架楼，哦，架楼讲哦，哎，真水啊，迄个上水，哎，真水，迄个上水。嗨！嗨！今仔日你讲看了，因当地了，这个时间应该算正常的时间，比较的交流多愉快，多潇洒。啊，咱操心，今晚囡仔大汉啦。哦，你搁安怎样啊？吼，你若想讲迄个话，缀袂着我啦，对去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你爱像你这种个想法较健康啊。你都唔敢放吼，伊囡仔都袂大汉。对。啊，我讲过等下哦，你囡仔袂大，有当时啊，伊会 complain 哦。对哦。啊。对哦，滚出来，滚大汉来哦。哎。你们就跟你们讲。有你就放心，你就出力啦，哎，善心。啊，你两个还袂错，我唔就我给你错。不用。嗯，对啦。你搞给我们的，你们尽量去。对了，对享受你们自己的两个老的生活。对了，爱安尼啊，对。因即卖少年的观念是足正确啦。你看像我那阵少年的时候，恁少年的时候我唔知，我少年的时候哦，欠教哦，年纪一大的时候哦，就根本都唔爱哦。还是讲哦，食较老的时候哦，较少较有体会。啊，啊，即卖是时代改变。时代改变。时代改变，咱讲。哎。我来讲，较早是。咧，阮老爸给阮迄代教育方式吼，永远要音乐传落去吼，永远就是活出来的啦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因对面的想法就是讲，我这条一定要落去啦。我感觉我就是要变强。对啦。对。对。啊，实在有阵时啊，该想想的吼。就是。定义无同款啦。无同款。你连去世界嘛，唔知要变哪样，因为因较早变化少嘛，啊，即马世界变化大嘛，你困一暝起来，当根本角色就拢无同款。我讲，即紧啦吼，我囡仔较少，我都四十几岁，好是五十年前，较少看变化看偌大。嗯。五十年前，我现在啊个囡仔是出门就趁只个，对啊。我们要去湖南，来看鸟。哎，有，这么近的好名个。对，来来来，来啊，跟来了。这变化太多了，我叫李远来了。我们明天下午来到这边的时候，哈，打算。哎，也是那个35分钟就可以了呢。哎呀，差不到了。后来有人骑着过去了，在那边拍照啊。哎，我太太就问他：“你在拍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在拍蓝雪花啦，蓝色的雪花这样子。”因为它整片的都是蓝这样子。后来去查蓝雪花，真的就是那个了。出来一个，爱去问别人。哈哈哈！家己出来唔听讲这个，什么话啊？在那个学校挖回来，有没有？哎，那个底那个眷村啊，眷村那个废掉的时候，它留在那个路旁的。超漂亮。